哇！既然收視咧越嚟越高嘅話咧，不如阿姐玩埋一份啦，一於扮女版阿凡賊。一定萬眾期待，想睇啊！我扮唔扮阿凡賊咧，其實唔緊要噶，最緊要得到觀眾嘅支持啊嘛！喂，你哋講咁多做咩？快啲換衫扮嘢！交個台俾你啦。其實咧，我都好期待你睇下佢哋三個點樣扮嘢嘅。嗱，其實我哋每一集咧都邀請好多有份量嘅嘉賓出場噶。而家第一個出場嘅咧，哇！呢位阿姐真係九幽復出啊！佢開演唱會啊，哇！佢嘅歌聲同埋佢嗰啲造型咧，已經風魔全城啦。好，馬上請佢出場。Summy，Summy。你知唔知我最喜歡是 Deep We， 我好 high high high， 我信咗耶穌，你問我點解係咁 high bye bye bye， 我敬拜耶穌。日有揈，夜有揈，每天跳舞。我 high 高，上正燒賣店只剩咗馬拉糕。一出碟一開 show 賣斷是真好，我有我跳舞，咪又話我好粗魯啊！就算揾到 Tony Jaa， 剩下 Leluia high 爆，抑鬱症亦好啦，趙永豪。哦 ，MC 戰今日嚟 rap。見到福祿壽喺度扮嘢，扮嘢，扮嘢，真係好吃。但係點解啲收視又會咁高嘅？對住全百萬觀眾，聽曬接受你哋真係勇才，天天黐教花，黐教唱詩歌幾好啊！太爆，教會先至飲茶。不知就算揾到 Tony Jaa， 剩下你路亞。抑鬱症亦好啦，俾佢左邊打一巴，呢邊打一巴，算勝我有得你打吧。就算福音翻鄉下 ，Twinkle little star， 嗨爆，即刻要揈幾下。我好嗨嗨嗨，我信咗耶穌，你問我點解會喺度拜？我敬拜耶穌。Hi， Sammy， 你好。嗯，生，嗯 ，I love you， 李生。哇，我真係好開心啊！我覺得你比以前你真係開心咗好多，呢一個係好好嘅轉變啊！咁你而家忙緊啲咩？唔好講咁多先。嗯。頭先食飯咧，爭你20蚊。係咩？係你幫我俾咗錢，我唔記得俾你。冇啦冇啦，呢度啱啲。哎呀！我好安全的，做曬安全措施，不是咁易打開嘅。浸到落。係，我咧最緊要咧就係上面早有預備嚇。上面呢個 panel 上面咧有啲導演啊，各樣嘢咧幫我預備好曬，所以今日個 show 咧真係好暢順咯。除咗上面之外，我知道下面都準備好嘅噃。啊，仲有下邊咯，嗰啲兄弟姊妹全部俾啲掌聲得唔得啊？多謝。各位弟兄姊妹 ，I love you。欢迎收看娱乐新人，我是超级女主播 Lisa。 喂，哎呀，同了样的近来娱乐圈有很多新闻，所以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新闻。阿法察，你们那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？哇，传闻满天飞，会搞到当事人很困扰的嘛。好像娱乐头条这两位主角那样，终于忍不住要站出来跟大家讲回几句了。不过这个记照只是交代，唔准问问题喎，系咪惊越问越多，问到超晒时，大家冇得准时收工咧？知道，咁我都唔讲咁多啦，一齐去睇睇个记招先啦。文哥，系，而家咧，喺呢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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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呢度呢度，好呢度呢度，唔系啊，大哥呢
好多謝今日大家嚟到我佘聰妮同埋蔡卓妍嘅記者招待會。係，農曆年我哋兩個都不知非常之咁開心，而都喺雙方嘅家長支持下，我哋喺 LA 一齊食咗豬大腸。一路以嚟，阿茶對於我哋一齊食豬大腸呢件事，我哋都覺得係一個私人嘅事，亦唔需要，亦都冇乜必要同大家去公開。而我哋雙方亦都同意呢個處理嘅方法。我知道喺呢幾年裏面，外界不斷猜測我哋食嘅係粉腸、隱腸、魚腸，甚至乎係人哋條腸，但我哋係冇。對於呢啲實質嘅報導，我哋兩個都覺得應該係要對外界作出一個交代。在一起吃豬大腸這幾年，我們對彼此吃豬大腸的要求就更加深入的了解。好像阿茶那樣，她喜歡吃炸的豬大腸，先落芥辣後落甜醬，而我喜歡吃清湯齋殺的。儘管而家我哋唔能夠再一齊食豬大腸，但我哋的而且確擁有過一齊食豬大腸、食得好開心嘅日子。所以我希望我哋可以永遠成為一齊食豬大腸嘅好朋友。其實一直以來 ，Bono 又喺旺角街頭食豬大腸，一路食到去 LA。我哋都有共識，要食曬全世界嘅豬大腸。呢個係我一個小小嘅秘密。雖然我哋都係食家，我哋都認為我哋可以有一啲屬於自己的少少的私隱，但原來是餵食的人是不可以存在有私隱的。雖然所以我哋決定，我哋以後唔會再一齊食豬大腸，因為呢件事已經唔係淨係牽涉到我哋兩個人嘅事，有好多食家都因為想學我哋而全部走曬食豬大腸，對好多嘅豬已經造成無可挽救嘅傷害。害到佢哋冇一條大腸。喺度我要同啲豬講聲，對唔住，多謝大家。
因為啲燈好殘眼啊，我啲眼有啲澀，不如早啲走啦，好嗎？咁咪好咯，出嚟交代清楚，唔使大家估嚟估去，一天都光晒。唉，你知嘛？收埋咁大个秘密咧，真系好大压力噶嘛，压力波有时都会爆煲噶嘛，你话系咪先？何况系人啦、啊。唉，呢个记者之后，又有啲咩人会有回应同埋感受咧？一齐睇睇啊！想收睇更多、更新、更快嘅 TVB 劇集娛樂資訊，訂閱北美 TVB YouTube 頻道，撳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每一條新片啦。